小林你好。Hello。你起床了？哦、oh.。这么优秀。对啊。他们都在睡觉。现在已经11点多了。我就说，我以为这个音乐叫我们起床的。你在煮泡面吗？我帮小哈煮。哦，他还没吃饭。对，我们早上5点起来去，不是去那个什么？那你们回来了吗？我回来了，但那个对。现在要煮吗？没有，他就想吃个东西。然后我们等一下不是要出发了？对啊。啊，你好优秀啊，只有你清醒而理智。哎呦喂，这个厨房真是惨不忍睹。要我帮你吗？没关系，我可以自己。我们买了花。需要一个锅，对不对？这个花锅是干净的，好像还不错。你们进了什么花？我们今天买的花。我不知道叫什么，我买了一些天堂鸟。你知道天堂鸟吗？不知道。那你问我有什么？就是大部分都是红色系的。然后。红色系的吗？对，因为不是中国风吗？哦。红色系的，然后买了一些大的叶子配一下。你今天怎么去那么久？堵车，因为那个马拉松的原因。马拉松就是今天他们老城区有马拉松比赛，然后封城，就拿很多东西把它拦起来了，然后我们就一直在车上，他在车上睡着了，现在好像有点感冒，着凉了。热个牛奶给他喝。好啊，你可以帮我上点水什么的，等一下你可以去看一下他。你吃了吗？我早上有吃过一点早饭。